众人都惊讶犹疑，彼此说：这是什么事？另有些人却讥笑说：他们喝醉了酒。咁点解话佢同时又话佢醉酒呢？就是因为醉酒系点啊？醉酒就除咗语无伦次之外咧，因为佢唔系语无伦次啊嘛，佢讲到每个地方嘅语言，同埋系有条理吓，令啲人明白佢哋做紧啲咩啦，系好清晰嘅。佢哋唔系不省人事、胡言乱语嘅。咁除咗呢啲嘢，醉酒会点啊？就系冇咗咁大嘅拘束，即系大胆、大声，同埋好有力，同埋好有嗰份自由释放嘅咁嘅情怀。可能是手舞足蹈，可能拍晒手掌跳晒舞，好开心，唔怕人去笑佢，动作啊，外貌啊，好奇特，好唔似佢平常咁。咁呢啲係醉酒其余嗰啲嘅迹象，即係话充满咗圣神呢会係咁样㗎喎。会有一种有一种释放，唔怕做返自己。而呢个做返自己呢唔係糊涂嘅。不是含糊的，是清晰的，是有力的，是有条理的，是讲到令人哋陶醉的有关赞美天主的事。